甜的草莓美女，老甜了。都说上货 看天气预报，咱也看天气预报了，上完货就下雨。二箱草莓，两箱荔枝，朋友们，今天我看这天又够呛，下就痛快的下它俩小时，是吧？就完事儿了呗，下完停，停完再下，这谁能受了你？啊，这天又一个色儿了，荔枝、草莓，寻思中午这功夫卖点货，总共卖了100来块钱。随便装，你装吧。我先把这草莓倒腾进来，又下上了又。日花多少钱？小花？68。68呀？啊。行。14.4块吧你。行。你给我扫码，给我现金。现金。我这没有零钱呢，我给你凑15吧。行，凑15。15块钱。我再拿盒。你看哪盒行？这啊，来这个行了，29.1块，29。草莓大哥，荔枝15.1斤。就这么来回折腾，我得折3来回了，从车上拿下来啊，然后从下面再拿车里面，没事儿，吓唬咱的，没下，刮风了，把这云给刮过去了，挺好。来，草莓、荔枝、草莓。哎，这理想这车真漂亮，理想这车是真漂亮，朋友们。卖草莓挣钱了，我高低我得买一个。3桌3万，穿着吧，暖和点比冷强啊！哎呀，看咱这烤冷面实不实呗？啊，兄弟们，大哥。行了，哎，这天儿嘛，这天儿持续到晚上啊，咱这点货就没问题。现在出本出一半了啊，卖了400多块钱。荔枝今天给力了，荔枝得卖一箱了。草莓没咋动弹，一盒大盒30多块钱，这小盒20多块钱，嘎甜。尝一个，这不荔枝怎么卖的？15，也是15。对，草莓一样，口感非常好。来一盒吧，来哪个？来这盒。30.09块。完了，下冒泡了。到卖货点就下雨了。7:30，这雨终于是停了。咱现在为止卖了500多块钱，还差300块钱出本。差323吧，咱又摆上了，看能不能再卖点。这感觉挺费劲呢，这一场雨全浇跑了。嘎嘎甜的草莓，12块钱一斤。你先上秤看看行，我再抹点。我收摊了，下雨天不好。你看你挑一盒，大哥，你不知道多少呗？不是，你挑一盒我一上秤，我的意思你挑一盒我上秤看多少呗。我不看这盒，大哥，25.6块。啊，我给你便宜点，行不行，大哥？你觉得多少钱合适？你说我听听。啊，我看那个超市里400斤。说那你买啥？那里面多贵呀！那里面有那个最高折价的，
我这给你折价还不行吗？25.6，你给我24行不行？你能给我多少钱，大哥？啊，大哥，唠唠谈谈，马上我要下班收摊了。你也想吃草莓，我也是卖草莓的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便宜点，咱就成交了。我愿意少花点。我要收摊了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你说我听听。这是多斤啊？二斤吗？二斤零一点点。二斤零一点点啊？那我收你24还不行吗？这么的啊？24。啊，行，我放在里头买，等我回来，然后我那个拿着，啊，行不行？那你就先把钱给我交，我留着就完事了呗。那不行，但是你哥俩这么唠了，我不可能说是啊。我明白，大哥，我明白。那个我大哥，你这样，你哈，我不尝。大哥，不尝。我给你挑个大的，你不是不买不买没关系，你尝尝好吃再买。不行，那不干。你看看，我让你尝尝。不干，你这么的，24。我你要宠回来，你还宠着我就拿了。回来我再给你便宜点。那好了，够了，行吗？就冲你的，绝对不再买的了。绝对不再买别人的了。绝对买别人不买他了。就是不，你说是不买我的了，买别人的。不对，我说你不回来还能给我便宜吗？啊，我到里头买别的东西，不买草莓了，直接上你这来买草莓了。那行了，我等你大哥，我等你大哥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啊，慢点啊。好。大叔能回来。我赌大叔能回来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好使吧？好使，大叔。那你便宜多少啊？你说我都回来了。我刚才那盒卖了。卖没事，来这盒。等会儿啊，我调查秤，刚才卖盒卖一秤荔枝，23.2，大方的。大叔你也别还价了，我就给你口价。咱爷们儿我就冲你回来了，我有诚意，20块钱。行。别的别说，行吗，大叔？嗯。够意思不得？这够多钱斤了？这你算呗，这不到二斤，我收你20块钱，差1.2斤，0.96。上回这是12斤呗？对呀，我正常是12斤，我收你23.2，正常价，我收你20。行吧，大叔。我这够意思吧，大叔？就大哥去了，你叫大哥，大哥都行。我36。我怎么那是比你大多了？这大叔也没有毛病。大叔你好啊，谢谢大叔捧场啊。那你坐哪办了？你说回来还能便宜，那我就回来。但是不是行，大叔？小伙子做生意仁义，我也讲究，我冲你。你也讲究，你也讲究。我也没买，真的，里头打退价的也有。确实讲究，大叔。哎，我干这不容易，跟我唠这半天了，都不容易，老百姓，所以说我得支撑一下子，怎么的？现在退休了呗，没退休呢，没，我这哪有工作呀？没有工作，我这老家肇东的，农村出来的，我也农村的，我都是农村的。我要不我不考虑价值，就是啥呢？我是没有工作，啊，就这种事儿。好，这么的，我这拿两个，好，谢谢。那大叔，你挑，我上秤。烂的你不能卖。没有烂的，你放心吧。26.4，够24，行吗？大叔拿现金来的，我就歇恨这个啊。我是我爹呢，给钱。应该叫大爷了。对，够24就行，找你一块。摆到10:30，还有50分钟，看什么情况。24.7美女，这妹子光大腿，穿裙子。这天儿我一点不撒谎，朋友们，穿棉裤都不热。这家伙真冷啊！哎，草莓这个12拿过来，收摊了。你上秤我一看，多少钱？然后我少收你点就完事儿。等会儿啊，25.3，给我那什么，给我23。行吗，美女？收摊。过来了，师傅。好嘞，看懂了，拜拜。请别再说有多难过，失去那蔚然尽头。
信息朋友们，现在是10:54，今天是玩大了啊，今天进5箱草莓正好啊，荔枝现在剩2盒，草莓得剩10多箱子，要是不下雨的情况下咱这点货压力不大，就卖4-5箱吧，我剩4-5箱，明天白天也能卖的，这样一来呢，明天咱就得出早市去了，这不昨天卖的好吗？啊，我寻思今天多整点草，荔枝就整了2箱子，大箱的36斤，草莓20箱子。那梅雨啊，一天全晴天，中午下一场，晚上下2场。哎呀妈，这家整的我这个无奈呀，还好，八点正在下雨吧？哦，8:30就不下了，得亏咱没回家，8:30卖到10:30。这2个小时咱又卖了几成。哎，好了朋友们，咱上楼回家睡觉，明天早还出个早事呢，能起来就出个早事，起不来就没招了，但是没事，我大概率是能起来啊。好了朋友们，感谢大家观看与支持，明天净扫大卖。